是你的堆积认真，你们的关系也不用太快否认，又不是不懂得你看他的眼神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真诚。他到底是你的第几认真，他还要再换几个不同的身份，才可以解释你们伪装的陌生，我才会信以为真。别回推着走的人，是不是习惯了伤痕，再痛也默不作声，为感情做出牺牲。被不是迷了眼的人，是不是拿错了剧本，习惯了奋不顾身，谁又能很快的放弃呢？他到底是你的堆积认真，你们的关系也不用太快否认，又不是不懂得你看他的眼神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真诚。他到底是你的堆积认真，他还要再换几个不同的身份，才可以解释你们伪装的陌生，我才会信以为真。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真诚。